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！呢度系广州地铁四号线嘅观洲站生物岛。咁呢度嘅话咧，就听闻咧就系有一啲测试紧嘅无人驾驶嘅公交车。咁我今日过嚟咧就去街批下，睇下系咪有咁嘅回事。咁啊呢度嘅话出到嚟转翻出去咧就系大马路噶啦。出到呢条大马路嘅话，左手边咧就有个公交车站，叫做生物岛翠园公交车站。咁啊，呢个就系呢个站点啦。咁样样咧，就我头先问过嗰个站点旁边嘅个保安哥哥，佢话咧就系话呢度咧呢个站点咧就系测试嘅。咁啊，对面咧就有一啲咧就系收费嘅。咁我而家过去睇睇先啊，过马路去睇睇。我而家可以见到好似对面有一台。咁我喺呢个公交车站咧就见到咧就呢度已经系一个无人嘅。无人驾驶嘅公交车啊！哎呀，走咗，行迟一步，咁啊，只能够揾第二台啦。咁我行到呢个地铁观洲总站呢、这个公交车站嗰度，啊几得意啊！呢个公交车站系有一啲有饮料卖嘅喎，呢度啲公交车站。咁佢呢度有三条线路，不过个玻璃板都有啲反光。高峰快线74、22、123、553咁樣有三條線路嘅。咁頭先嗰個哥哥話俾我聽嘅話咧，就有啲咧有一條線路咧就係測試緊嘅，一條無人駕駛嘅線路咧就係已經係運營緊嘅。一台車埋站啊，咁我哋試下有入去。咁啊，見到啲乘客喺度已經拍緊卡。台車開始喐啊！上面咧有顯示屏，呢度有个收钱嘅数码箱，我有投币添，早知我投币啦。啊，十几个站？四个站。对，你上车的地方就是总站，到总站的话就要选。我上车那个是总站。时速35公里而家，自动落车。有个乘客落车，
面即将出发，请乘客系好安全带，座位扶好。咁我后边有个工作人员喺度监察台车，佢就唔系喺度操控嘅，喺度做一啲指导性嘅嘢啦。哦，我就系呢个男仔啦，咪应应台车嘅后边。一共有四个站，转弯，右转，即係響安嘅。頭先有個外賣小哥嘅涉線，即時減速。呢个第二个站定第三个站？第三个站，第一个翻去总站。哦，第一个翻去总站。你哋呢只无人车系试咗几耐啊？有几耐啊？一年有冇啊？呢、这个话咧，你想问专业嘅问题话咧，你可以去打呢个电话问下客服嘅，因为我哋系安全员嚟嘅，负责安全嘅。哦。呢啲我哋唔系好清楚嘅。哦，好嘅，唔该你。
啊，我见到有个人点打噶呢啲车系？呢啲嘅喺新闻都系暂时系模糊嘅。你如果想打嘅话，佢应该黄埔有，但系咧，你具体嘅话咧，你要点打要问问客服先知嘅，因为系唔同部门嘅。哦，唔同部门噶。系啊。咁你客服电话系边个啊？呢度啊，02082536488。哦 ，OK。但我見到佢前面好似有司機嘅，安全員。安全員。係啊，我哋都係負責安全員嘅啫。嗰只話叫車嗰只話。係啊。哦。唔係無人駕駛，係自動駕駛。自動駕駛。有人啊！哦，佢系你，佢而家系一个过渡啫。咁你系你试晒无人驾驶啊嘛？啊，佢一个过渡啫，呢啲嘢就系啲字眼上嘅斟酌。你冇操控台车噶嘛？车辆即将到达关中地铁口，请乘客带好随身物品。总站啊，咪即系头先嗰度，即系兜个圈。系啊，唔该你。一号线、二号线有两条线嘅。啊，一号线、两条线。啊，二号线嘅，二号线。O K， 唔该晒。咁个无人驾驶嘅公交车咧，就有两条线嘅，一条一线，一条二线。咁一条收费，就一条免费嘅。咁啊，我头先坐嗰只咧就收费嘅两蚊鸡。咁啊，免费嗰只就灰色嗰只嚟嘅。咁啊，嗰只咧就唔使錢，咁我就其實咧就喺新物島嗰度兜咗個圈啊，兜咗個圈嘅話咧，佢就自動咁樣翻過嚟。咁啊，全程嘅話咧就會有一個，誒、哎、有台車翻緊嚟啦，有台車翻緊嚟啦，有台車翻緊嚟，有台自動駕駛車翻緊嚟啦，啊，自動駕駛翻緊嚟啦，係啦，翻緊嚟啦，就呢台啦，啊，咁咪紅色嗰條線。好多乘客嘅話咧，就走過去試搭啦。啊，咪兜，其實喺今日都兜個圈嘅，兜個圈嘅咁樣就個體驗咪幾好嘅。後邊就配一個安全員嘅，男仔嘅安全員嘅。咁啊，全程嘅話咧，你頭先大家都睇到啦，我都試過一次係話有一個快遞員啦，揸住台電機啦，突然間話你啦，咁樣個台車係自動會剎掣嘅。咁好啦，咁啊，今日我哋条片嘅话咧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我哋下一集再见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但系你落紧车嗰呢个咧，就系呢个安全员嚟噶啦，呢个安全员挂咗牌呢个就系、是、啊，系啦，行啊 ，OK。咁啊，我哋下一集再见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